哎，现在就可以了。要不，现在要。已经在走了，现在是一，你看数字已经走了。好好，好，有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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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会唱吗？要两个。不，你可以，不，你就唱好了。你哇哇，你哇哇。啊，对，可以。不行了，把你弄就是。没关系，这是什么不，这个，我看人家那个在表演的是吗？红灯一闪一闪没关系嘛哦，红灯一闪一闪的，红灯一闪一闪。表示他在录嘛。好，可以。好。祖母是不是在跑？好。祖母是不是在跑？我很好。4950二五一五二。对，好。可以，都可以，也可以用木棒敲，木棒敲，因为这个木棒敲声音好听啊，木棒敲好听，木棒。为什么要用手敲？你看那个。原住民。对，因为没有，因为你的手上有很多，no， 因为你的手上有很多穴道。不，这个鼓哦，跟原住民的鼓不一样，这是这个鼓不一样哦。原住民的鼓哦，好像可以用手敲，这个鼓一定要用棒子敲哦，可能这样子哦。为什么会敲破吗？因为那个什么不是，因为这个什么构造不一样，声音不一样嘛。原住民的鼓这样子用手敲比较好听，这个可能用棒子敲啊。什么那努哇咿呀那努哇那努哇咿呀那努哇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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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灵火是我的情，嘿嘿，哎，就这样，就这样敲，就这样敲啊。噔滴的噔，当当当啷，哒啷哒哒啷，哒哒滴哒哒，哒哒哒哒。你会敲吗？你娃娃，你娃娃，一个你娃娃，也有那眉毛，也有那眼睛，眼睛不会眨。你娃娃，你娃娃，一个你。哎，等一下，我看到周碧烈。哦。周碧烈。大哥，他是吹笛子的，好，是排笛的，来来来，你来吹，我们来打，好，来来，打打打打打打打，周大哥上场了，周大哥上场了，你今天带什么？你今天带什么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看，你看，那鼓要那，那鼓要往里面推点，鼓快掉了，要往里面推点，对，这样安全，这样安全。哎，周大哥，你今天有去他们那边？没有，没去那边，我就不想去了。为什么？好，让开了，让开。一个人去没什么意思啊。好，那下次我跟你一起去了。对啊。那你请他一起去。我不会。下次打鼓。哦，不行，我乱了，我随便敲的，我没看过，我没专业。看那个小家子气，那个小子，有没有？这新产品呢？这是什么？十二孔吗？十八孔啊。这两管是十八个音嘛？啊，行啊，太厉害了。好，那我们再从头，我不会弄。你把它停了，先。